渔船在海中，在浮在船，民众焦急在岸边等待。全是因为新北瑞芳鼻头角风景区，经船两名民众被长浪卷入海里。 女子躺在担架上头，还寻属人员紧急将她送医。事发就在13号下午，陈姓男子和黄姓女子来到鼻头角滨海步道散步，不慎遭浪打落海中。虽然热心渔民赶紧拉起他们，男子仍有意识，被送到加护病房。女子则是抢救后宣告不治。你都拉在一起啊，那个女孩子已经好像没有呼吸了。 鼻头角风景区以海蚀地形景观著名，媲美阿朗伊古道，许多游客慕名而来，但风狗浪卷走钓客事件层出不穷。你若硬啊来，讲话一般拢是拢老老老去啦，拢落来倒啊。大家唔知安怎行，要行出一条秘境，拢行这条，啊这条算够危险。 基隆港过去就曾经发生突如其来大浪，把车子撞翻。东北角每逢台风靠近或是东北季风来袭，就容易有风狗浪出现。我上台阶了。6年前，龙洞曾经发生风狗浪，夺走8条人命的意外。当时几名学员来到龙洞进行户外教学，没想到8公尺的浪袭击6个大人、2个小孩，天人永隔。风狗浪危机四伏，只有提高警戒才是保命之道。三立新闻林俊华、尤伟香，新北报道。